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上次讲到受戒缘起前，接下来呢要讲的是四支香摄篇。这个四支香摄篇的内容啊，在四分律上的受戒建筑里面，它是同一篇的内容。因为造完戒之后，接着就是关对这个戒子的，对这个弟子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戒律里边，有关于五年结界不离弟子。那么现在我们要学的这个四支香摄篇，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造了戒之后应该建立一种，如何建立一种师父和弟子的关系。那么师父应该如何的去指导弟子，那么弟子呢应该如何的弟子师父学习佛法。那么这个内容也就是跟我们这个目前正在学习的这个道次第论的一子化是相同的。这个一子化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是非常的重要，在道次第论里边把这个弟子法作为入道的根本。那么在戒律里边呢，把弟子法是作为身格养成的关键，身格养成的关键。那么这个在一个人的出家修行的过程中啊，其实始终都离不开善知识的指导。所以在这个四法经里边，第一个就是善知识，亲近善知识，一直善知识。那么从一个人的这个学佛的出家学佛的过程来说，那么这个弟子法的建立啊，它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那么第一个方面的建立呢，第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感情的需要。一个人出家离开家庭，离开父母，离开世俗的感情，他进入僧团。事实上，在他没有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之前，事实上他还是需要有一种感情上的归属，需要有一种感情上的依赖。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个弟子师，需要建立一种类似于世俗的
这个父子一般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的关系。那么这个对一个出家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学法的需要。这个学法的需要大体上也是包含的几个方面几个阶段。那么首先就是属于正觉养成的阶段，它离不开善知识，离不开这个弟子的老师。因为这个上戒之后啊，五年学戒不离弟子，那么僧的养成的教育呢，他必须要有这种弟子的老师啊，随时监测，随时引导。所以在这个就像一个婴儿的成长，他不能离开父母一样。那么第二个阶段，第二就是属于知见养成的教育。我们通过戒养成身格，那么其次呢，就是要获得佛法的正见。那么正见的佛的也需要有善知识的指导。通过意思是帮助你纠正你的偏见，帮助你在弟子师的指导下闻思精教，获得正见。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如何把这个知见啊落实到心情上，也就是关于禅修。那么禅修是一种技术性的，是用心的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更需要有老师的指导。所以一个人啊，在我们修学佛法的整个过程中啊，始终都不能离开弟子。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觉得我可以靠我自己，那有可能就是要走很多弯路。因为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老师的指导，在修学佛法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决定。而一个人如果光靠自己的话，那你自己是什么呢？你自己就是有可能是一大堆迷乱的感觉，一大堆错误的世界。你要从这种迷乱的感觉和错误的世界里边啊走出来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有善知识，他可以直接告诉你怎么走。如果没有善知识，那你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感觉，根据自己所学到的有限的知识去选择、去判断。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在学佛的过程中啊不断的走弯路的原因。那么究竟这个弟子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保证佛法能够很好的传承，保证佛法能够很好的流传。因为佛教
不只是言教，也是身教。佛法不只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那么关于佛法的身教的，尤其是佛法的身教的这一部分，佛法的实践的这一部分，它就是要靠这种师弟相传。像我们过去的这个中国传统的很多工艺啊，都是靠师弟啊一代一代相传啊，后来因为某一种工艺得不到传人，这个工艺也就失传了。其实我们佛法里边也有很多修行实证的实修的技术，也是因为在这个流传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传人，所以就后来就遗失了。所以这个依止法的修行对于佛教的健康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篇这个内容啊，叫做师资相涉篇。师就是老师，师父。师就是徒弟弟子。当然这里所说到的一个人，其实在这个出家的过程中啊，他的老师有很多种。如果根据这个戒律的内容来看，一个人可能可以有三种和尚，有五种阿舍离。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说到，有三种和尚，有五种阿舍离。那现在这个师资相涉篇里边讲到这个师，所谓这个师就是对这个弟子啊具有负责任的，具有长比较长时间的负责任的这样的导师啊，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得戒的和尚，那么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弟子阿舍离。当然在原始的这个僧团里边啊，通常这个比如说这个剃度的师父和少三界的师父乃至少第九界的师父，他有可能就是一个人，不像我们现在不太一样，这一种是得戒的和尚。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弟子阿舍离。所谓这个弟子阿舍离，通常就是这个得戒和尚，他已经对你放弃教务的责任了，他不想管你的，或者你想要离开的，两个人已经脱离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弟子啊，就需要另外要找一个弟子舍离，这个弟子舍离就是教导，弟子的教导师。那么这里讲到师资相涉篇，它重点讲的是这样的两种师父，也就是对这个弟子啊，负有这个长时间的责任的，主要是这样的两种师父。那么师就是师是什么意思？师就是取的意思，取舍的取。这在这里指的是弟子。因为弟子啊，就是从这个师父那里，获得这个佛法，所以弟子取学于师。那么三尼，其实三尼也有两种老师，三尼也有两种老师，一个就是这个在三尼界的和尚，一个就是。
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这里所讲的两种老师啊，主要指的是就是造完第九界之后，主要是指地界讲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讲解释这个相似，就是师父跟弟子啊，如何的相似建立关系，建立一种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啊，大体上从建立的内容来看，大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从这个感情上，那么师徒啊要建立一种像父亲和儿子一样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师徒如父子，要父子想，弟子要把师父当作父亲一样，这个师父要把弟子当作儿子一样，是在感情上。第二呢，就是建立法的关系，就是这个师父他要引导弟子学习佛。那么弟子呢，要护持师父，这个修行佛，甚至还能用法器引导师父，用正法去引导师父，去影响师父。那么第三就是财，就是在经济方面要互相帮助。所以这个师弟的关系啊，大概有这样的三个方面。那么这一篇师资相策篇，这一篇的内容啊，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弟子吧，就弟子应该怎么样去。弟子老师，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二师奢道法，就是和尚或者弟子二舍离，他应该如何的奢道弟子。那么这一篇啊，总体上就是有这样的两个部分。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初善佛法。深意广大，只有师徒相胜，互相存异，才法两季，日及月生，行久得故者，皆赖之矣。就是佛法呢，能够深意广大。就是佛法能够弘扬昌盛，佛法能够兴隆健康的发展。那么这个必须依赖什么呢？只有师徒相识啊，那么必须建立在师徒相识，就是必须要建立一种师徒师弟之间啊，他有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这个是佛法传承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因为佛法的代代相传啊，在过去完全就是靠师弟相传，法赖相传，就是完全靠师父教徒弟，徒弟教徒弟。不像我们现在来办佛学院来做戏，就是师父带徒弟，这个是传播的渠道。那么徒弟能够恭敬师父，师父能够对徒弟啊进行如法的正确的引导，那么这个就是佛法这个兴旺的保障，这也是佛法兴旺的基础。
不将纯欲财法两句，那么不将就是纯欲，就是关照，就是大家真诚的相待，互相帮助，互相关照，那么这个这种呢，从这个感情上，从这个经济上，乃至在佛法上，互相的关照。那么这样呢，日及夜深，行久得故者，皆赖之矣啊。日及夜深，就是一个人他的行为呀，他就是要靠这个长时间的积累，深格他是逐步养成的。那么这个呢，离不开师父的逐步的引导，一个人从这个熟人变成僧人，从凡夫成为圣贤，那么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善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它需要在善知识的引导下，需要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步完成的，因为生命就是一种积累，修行也是一种积累，所以这种不论是身格的养成也好，还是这个德行的成就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需要有老师的引导，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这些呢，都离不开就是师徒相称，都离不开善知识的指导，所以说皆赖师矣。这一段主要是说明这个师徒相称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呢，说明这个因为这种师资啊，师资相似被破坏了，给整个佛法带来的弊端。比贤教临池，慧观远上，如怀伪道，道不非法，并由思无率诱之心，知学混习之志，二彼相舍，万流彼尽，一令观道焉可得如彼。就说这个长时间以来呀，这个贤教临池，就是这个贤教，就是佛法。佛教衰微呀，这个临时就是不能到这个这种正法，不能到这个参政，慧分远上，就是慧分也还是指佛法，远上就是不能到发扬很好的弘扬。如怀悔慢，道出非法，就是在家人世俗人，就是看不起僧人，看不起佛教，道出非法，就是佛教界呢不如法的现象层出不穷，
怎么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原因在哪里呢？病由思无率右之心，知血顺疾。根源就在于师父啊，对徒弟啊，对弟子啊，缺乏这种引导，不能够很好的完成这种这个，不能完成很好的引导弟子，或者是缺乏这种引导的能力，或者是缺乏引导的耐心。那么同时作为弟子这一方面呢，知学而奉行之事，弟子对师父的引导啊，不当做一回事，不能够很好的依教奉行啊。所以二弟相学，万流不尽啊，师徒就是各干各的，这个谁也不管谁，所以万流不尽，所以就导致这个弟子啊，就是不能够很好的修学佛法，这个进入一种世俗的凡夫的境界，导致这个佛法的世俗化。地令观道焉可得乎？那么这样的情况，要想弘扬，要想佛法兴旺啊，那怎么可能呢？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例主啊，他所说的现象，这个恰恰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象，恰恰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象。不等导言之局，造以安危之方啊，所以要拯救早前，早前就是要拔除这样的一种佛法衰落的，挽救这种佛教衰落的现象，要提高僧人的素质啊，改变这种教界的这种不良现象啊，造以安危之方。能够这个有一个这个解除这个佛教衰落的拯救这个佛教衰落的方法，性而行之，则解无方。那么一定要从这个师资相涉入法，一定要从这个师资啊依此法入法，佛法就能够这个健康的发展，就不会提前衰灭。那么前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说明一下关于这个师资相涉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就正式的说明这个师资相涉的内容。右中初名弟子一子，后名二师。得到初中分二，初名师弟名下，后名居子法。六中就是讲到这个师资相涉的内容啊。那么这一篇的内容呢，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初名弟子一子。那么首先，先说弟子，就是弟子如何的，弟子老师，弟子如何的修习之法。后名二师得道，那么第二章讲的就是二师，这个二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和尚或者是这个弟子二舍利，应该如何的得道弟子。初中观二，初名师弟名下，后名居子法。那么在这个第一章里边，
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解释师弟的师父和弟子的这个名称，那么第二个部分还讲到就是关于如何那么现在先讲就是第一部分就是师弟的这个名称解释。问云何名师和尚舍离？答：此无正观，善净明无罪辩罪，科学是名我师，共于上法中教道令之故，是我舍离。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和尚，什么叫阿舍离。这个和尚它是一个俗语，不是一个典语，它的标准的语言应该是不破陀也，不破陀也，换成我们这个中国话是清教师，就是清教师。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和尚啊，他应该是属于西域那边的，西域那边的一种。这个俗称。那么舍离，阿舍离，阿舍离就是教道，就是教道师，教道还可以教导弟子仪轨呀，教导弟子威仪呀，舍离是教道的意思。那么和尚和阿舍离呀，此无正观，在我们这个中国啊汉地啊都没有合适的。就是可以相当于这样一种身份的这个名称的翻译方法，所以说此无正观。所以那么现在这个翻译呢，主要更多的是从这个地域上来翻译的。所以根据善净里边说，无罪见罪科学自明我师，共于善法中教道令之，是我无罪见罪。什么叫无罪？就是和尚能够让你在和尚的指导下能够使你不犯罪，少犯罪。见罪，如果你已经犯了罪了，那么这个和尚啊阿舍离啊，他能够看到，能告诉你，能够给你批评，批评指正。那么一般人你犯罪不犯罪，人家是不会去管你的。那么谁来管呢？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由和尚或者阿舍离，因为他对你啊有这样一种职责，所以无罪见罪和责，非常对的，非常对的。自明我师，这就是这个，就是师，就是清教师。新教师的责任，新教师的意思，共于善法中教道令之，是我舍，能够引导着我们这个修习善法，知道什么是善法，如何去修习善法，那么这就是舍。那么下面就是以论断，论断里面说的这个断呢，在这个。这个《资治记》里面讲到，就是华险传说的，和尚者外国语，和尚是外国语。此云知有罪，知无罪，是名和尚。这是和尚，就是能够知道弟子啊有罪还是没有罪。这是和尚，当然这是和尚的责任，因为和尚他才会去关注这个弟子，他是有罪，如法不如法，如果如法的，
给予鼓励，不如法给予批评。这和尚是知有罪是无罪呀、四分力，我们下面又引四分力。四分力里边也有类似，也有类似的情况。四分力弟子呵责，呵责和尚中系统，这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四分力里边啊，这个他讲到这个弟子啊，如果见和尚这个五种非法，有五种情况下，那么弟子啊，他就可以舍和尚而去。那么这个五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我如法来修行，可是和尚不知道；我不如法来修行，和尚也不知道；我犯戒的，和尚也不管我；我没有犯戒，和尚也不知道。我忏悔犯罪的忏悔，和尚也不知道，那也就是意味着和尚是不管你的。所以在这个四分弟子呵责法中，就是讲的就是这样的几种情况，指的就是和尚啊，作为和尚，他需要了解弟子啊，如法非法，犯罪还是没有犯罪，能够随时给弟子啊鼓励和指导。那么这个人就是和尚，就是你的和尚。明了论。在《明了论》的正文里边说：“优婆陀也，方为积雪。”这个和尚啊，这个梵语也意译为优婆陀也。我们前面讲优婆陀也、优婆陀也，都是属于这个和尚的这个音译。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就是方为一觉，就是翻译成我们汉语就是一觉的意思。依此人学戒定慧故，就是依这个人学习戒定慧，即和尚是也，观处心意耳，就是和尚的意思。和尚就是你依止他学习的这个老师。所以这个和尚的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的听教师老师指导我们修学的老师。相传云，和尚为律僧，舍离为正行。相传，那么这个例如讲，相传他也没有指哪一部论或者哪一个人。说的就是过去，应该就是在过去啊，有这样的翻译，什么意思呢？和尚就是律僧的意思，律僧，什么叫律僧呢？就是能够帮助弟子啊成就道业，叫律僧，所以道力由成，就是弟子的道力。是由师父的引导下而产生的。那真理为正行，什么叫正行？就是能够修正弟子的行为。那个从意思上来说，其实都是蛮有道理的。但是律祖说。未见心论啊，这个说法啊，没有根据。杂含中，外道亦号思维和尚也。看来这个和尚这个概念啊，也不是佛教特有的，外道他们也会称他们自己的老师为和尚。那么中国呢，还有人说和尚就是和中最上。这个我们这些说法呢都是没有根据。那么这个前面呢就是讲的是这个和
和善的意思。那么接下来就是解释弟子。弟子者，学在我后，名之为弟，且从我身，名之为子。什么叫弟子？弟就是因为学在我的后边，那么作为弟子，他的修学，多半一定都是在这个老师的后边，所以这个称为弟。且从我身，名之为子，且就是他的认识，弟子的认识是从老师那里获得的，这叫子。那么这个弟子呢，就是跟从老师修学佛法。那么下面就是名相色的意思，是懂名相色。那么先引思茄罗叶六观经理经，这个思茄罗叶六观理经啊，其实就是上生经。在这个上生经里面讲，弟子四思有五事：一，当敬叹之；二，当念其恩；三，所有言教随之；四，思念不厌；五，从后必称誉之。私教弟子必有五事：一，当令举之；二，令胜他人弟子；三，令之以不忘；四，有余虚谨；五，必令智慧胜之。这个里面是就是师学罗叶经，也就是上生经。这个上生经里面讲到这个上生童子啊，他是属于一个婆罗门的释迦子弟，他每天早上啊，一大早他就会到户外去拜，会拜六观，东观、西观、南观、北观、上观、下观。然后有一次呢，碰上佛陀了，佛陀问他你做什么，他就说了他这个他祖传了，就是要让他这个每天要拜六观。那么佛陀跟他讲，在我们佛教里面也有拜六观哦，但是这个拜不是说只是拜一拜，这个六观啊各有所表示。那么东方，比如说东方是代表父母，南方是代表师长。那么也就是佛陀通过这个六观啊来说明一套就是人间的伦理，从佛教的角度建立了人间伦理，就是父子他应该是如何对待，师父跟徒弟他应该是如何对待。那么现在这里引呢，就是弟子四思有五事：弟子侍奉师父啊，有五件事情。第一件，第一就是当敬叹之，作为弟子啊，应该要这个尊敬，要恭敬，赞叹师父。那第二，当念其恩，经常要忆念啊师父的恩德，师父对你的帮助恩德。第三，三所有言教随师，师父所说的言教给你的所有的佛法上的这些教导啊，你都要依教奉循。第四，四思念不厌，经常要想着师父，经常想着师父，就是要不断的想法，师父在你内心的这个分量地位。那么这样呢，你才有可能更好的弟子师父学法。五，从后称誉之，在这个在背后他经常赞叹师父的功德。
那么这个是说作为弟子事实啊，应该要有这样的五个方面的这个结论。那么同样的，师父教导弟子啊，也应该要从这个五个方面来做。一，当令及之，要让弟子啊快快的知道，增长知识，增长各种知识。第二，令胜他人弟子，就是希望你所带的弟子要超过别人。三，令知以不忘，能够让他所学的知识啊，能够巩固不忘，那也就是要经常对弟子，作为师父对弟子啊，要有督促的责任。那么四，有疑虚解，其实就是如果弟子有疑惑的时候，那么师父呢就是要帮他解答。五，令令智慧正实，就要让这个让，就是要作为师父啊，要希望弟子能够超过自己，希望他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作为老师啊，那应该要具有这样的一种胸怀。那么下边，那么这个是引的生解力。身体力讲，就是作为师父，他应该要如何的？他度人应该要一种什么样的发心？身体师度弟子者，不得为供给自己故，度人出家者才对。就是作为师父啊，他度弟子啊，帮徒弟啊，他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这个发心就是不得为供给自己故。烧徒弟不是为了找一个人帮忙干干活，这个像很多寺庙啊都有这样的现象，不是为了成就弟子，而是也为了找一个劳动力，不得为供给自己故，度人出家。哎，对，如果是想着啊，就是为自己服务，没有想着你通过什么方式来更好的成就弟子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心啊，是那是有要学对的，是不是有对的？当时彼人因我度故，修诸善法，才成正果。我们要讲的，要是就是这个弟子啊，因为我的帮助教育，因为跟我出家。他们能够修出善法，能够修出戒定慧，最终呢能够成就道果。那就是说，作为这个剃度师，在度弟子的这个问题上，他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发心。